Tschüss.也是再提一次，希望你能放弃世界，沿途我所讲的剑谱。你真正认为我应该如此？我真坚持，就算让你感觉我得失，为了良心，为了我对你的忠心，我也是要苦劝你。无论如何，我不希望你白白牺牲。宋明在四飞天秋中，我当初怀在你的秋头，凭暗箭相迎，应该不是剑术的问题。我最担心，我心中四部之将，红铁大凶，战场之上，胜败是为了标准。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胜就是胜，败就是败。功的不是，如果不好好加强，你必然会把一束飞天。所以你必须再斟酌，希望你能接受我的意见。是，我是这番的好意，不愿意中原地剑鞘就此牺牲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带你找一本剑谱，这不是为你个人的剑术进步。只是为重生，请你带足归中。好吧，请带路，随我来。